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殿太平，啊，各位维新圣教。己亥千秋，王禅老祖普天，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124位天皇朱建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即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当下法会坛上构福堂上祖先朱祖灵，个人礼节恩亲在乎朱祖灵，往生2100年。朱灵无缘住宿英灵及地基主朱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之无辜，怨恨染动，五阴杂裂，朱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年11月，我们共修法会，距离2020年的1月1日祭祖大典，祖圣13天就到了。在这个法会当中，我们尊天华子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之和平而深谈，为明扬两界之解冤释结、消灾化解，45天的法会，也一一的呈现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天威，所以。这么多年来37年了，每当台湾或者地球任何一个国家有天灾、有天瘟的时候，王禅老祖指示本维新圣教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宗旨，深谈恭诵诸经，
供养经宝，还请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及十方善诸士啊，依照黄山老祖指示，依照明阳两界所需要的维新贤士同修在家修行，勤诵诸经经宝，这个功德天黄山老祖的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大慈大悲啊，一一的示现给我们所有人类都应该要了解。所以三十七年来，每当世界有天灾天瘟的时候啊，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达到平安圆满啊。那么人类的战争啊，与灵界的战争、明阳两界的战争看不到，但是又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啊，这个是众生的烦恼，十方大众的烦恼。所以黄山老祖大慈大悲啊，才传下了一部《鬼谷先师天德经》《风水真经》，还有诸经，以及佛说的诸经，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阶段性依照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众生的烦恼一一的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样的话结果到现在来圆满一百件。所以一百件的功德天，除了是黄山老祖的天威以外，也是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们啊的天命、责任和义务。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愿大力就大，你要愿大，一定要有实质的修行，我们的愿才能够发露出来这个力量。所以在三十七年来，一百件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都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天呐！所以在昨天啊，我们维新圣教幻变学院所有法师恭送黄山老祖所开示的维新圣教
天剑维新博士的天命的时候，这部经宣告法界和年代的维新博士54位啊，共同发愿要圆满王禅老祖道教慈航16法缘48大愿的天命啊，与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48大愿相辉映，所以老祖的慈悲，再加上37年来道教慈航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修行法仪，所以在昨天禀报天剑维新博士天命这部经之后，天地务必大震动。结果在昨天晚上7:20在东北角太极天，在东北角地震了，7:25的时候在宜兰地区啊，5:多再加上前天太极天台湾东北角啊，时空的交汇因缘，流星雨啊也下降，来回应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啊所盛世的啊，王禅老祖的慈悲要接引当下500位尊者回归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如来的世界啊，这个都实现在当下。也许巧合，也许天意，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维新弟子，我们要用心，要天地无我啊，所以我们的心与王禅老祖与佛以如来以圣神的心合起来统称为天心。所以王禅老祖掌中掌着八卦天心妙莲台，告知我们十方法界都在八卦天心妙莲台，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满宇宙虚空，包括啊昨天的流星雨，这个流星雨的相会里面有藏着天机，
这时空有2155年的轨迹，这都是在八卦天星妙莲台掌中哎。所以王禅老祖代表每个人的心，每人的智慧，每人的灵性啊，所以掌中八卦长在我们的他胸口，告知我们唯心弟子们，每个人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分身和圣身。那么你要达到与王禅老祖的圣身、化身、化身、圣身合而一身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修行啊。王禅老祖啊所开示的16法缘、48大愿的圣法。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官网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都有福啊，我们能够在皈依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一步一脚印的修行，一步一脚印的实践啊，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用在我们的生活，用在我们的世间，用在我们的家庭，用在我们的事业，尤其世界和平的法轮啊，必须仰仗王禅老祖八卦天星妙莲台所有的诸天圣神活菩萨、龙天护法啊，才有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当下任何一位贤者、圣者、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有同样的天命，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所以从昨天、前天，我们这个修行的法仪就在启示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承担的世界和平的天命，是我们的殊荣。老祖师尊的妙智慧啊，源自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所以融为三元金丹法门，也就是合纵连横，在整中国历史以来5000年来，合纵连横的祖师王禅老祖，当时名为鬼谷子，那是人世间的合纵连横
战国七雄的时候合纵连横，哦，天下太平安定下来了。那么接着2000多年来，世界还是未平，这就是灵界、阴界、这冥界啊的诸灵没有得到安宁啊，没有得到解怨释结，所以世界的各地人类与大地众生恩怨情仇也不断的发生，所以这是人类的悲情，要避免这一些人类的悲情发生，务必要有一位大神他的心法妙法，才能够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啊，达到心安和谐，而成为一块净土，名为极乐净土啊。所以极乐净土是教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的心那么的宽广啊，所以阿弥陀佛心究竟有多大呢？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一步一步的来阐述阿弥陀佛他所发的愿，愿大力就大，世间的人也一样，愿大力就要大，做事业也要愿大，要力就大。但是我们世间的做事业愿大，并不是完全的愿大，而是妄念大，愿大与妄念大差天地之别，所以愿大就是佛，就是神的心啊，提供一心啊，愿大念大就是妄念，妄念是有私心参在其中啊，那所以我们人事业常常所做的不如意的十有八九，那不是愿大。所以我们这一节我们就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述讲解阿弥陀佛如何成就极乐世界这块净土啊，祝福各位。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微心信教，尊天法治。各位微心贤士，现在我们一起来看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第一个愿，
啊，第一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地狱恶鬼的，畜生的众生，的以致愿会转动诸灵，不得誓愿，终不做佛。你看，法藏比丘发了这个愿，说如果我依法修行成就极乐世界净土的时候，在我的净土世界中没有恶鬼道，没有畜生道，没有六道，以致愿会转动诸灵，五阴杂劣诸灵。所以我们在法会的时候，你来看到我们有两座宝塔，那是接引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的烟灰转动诸灵，仰仗活力接引到极乐世界。这样的话，人类的五谷丰登，人类的农作，各种的病虫病害渐渐的减少。回顾在中港道场成立的时候，已经15、16年了。延展法师他接了一个天命，就是要超度农业杀害的烟灰转动虫虫一列诸灵。原来的法师不了解，有一天两脚发软，不能说话，会喘，寸步难行，非常的难过，所以就回到仙佛寺来，就到天坛拜老祖，见了我。我看了不得了，身上跟着无量数的烟灰转动，虫裂诸灵附在身上，寸步难行。我请示王禅老祖，老祖才开示说，你回去，你在中港道场要普渡，要诵经，要超度烟灰转动诸灵，这跟你有关系。延展法师才报告说，他以前是卖农药的，卖农药当然农业就会一些农作物会杀到生命，烟灰转动的生命。我没有办法，这是人类
物竞天择啊的视线，那怎么办？哦，在开始指示他啊，哪一日要攻射啊，烟吞染洞诸类的众生，然后诵经，诵佛说大弥陀经，和神龙五谷这个真经啊，这超度诵经连续要做到五天，深寒啊，讲完了，他整个脚就站起来了啊，才变好起来。那么中港道场的天命就是要超度地球195个国家的烟吞染洞诸灵，而且中港道场王禅老祖圣座后面有一个洞，那个洞是通往啊，地球各国啊，这个洞，哎，那软洞受杀害之后，地球全部都汇集到这个洞，转到中广道场来，很恐怖哎。啊，所以整个的过程啊，充满的天方夜谭，但是事实上是真实不虚。啊，那一年的农作物啊，请延展法师啊，去详细去调查，结果那一年的农作物第二年也一样受到损害的减少了40%，相对它的农药量减少到40%。啊，所以可见人以烟吞染洞诸灵结下的冤，结下的仇是无法去抚平，用语言没有办法去说清楚，这个只有以宗教都修行法仪，仰仗佛力，仰仗西方之内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佛力，接引地球上各地的烟吞染洞诸灵、五阴杂劣诸灵啊，接到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去修行了。那么烟吞染洞，蚂蚁虫虫，他们也有生命，他们也有灵性，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只蚂蚁，他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灵魂是平等等号的，
大有其外，细有其内。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开示我们不要杀生，道理在这里。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也开示，大家这不杀生，人类就会和平。但是要不杀生是很困难，所以有误杀和有意的杀，啊，那都是我们人所无奈的，可以解决的。所以我碰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我才想到小时候啊，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喜欢打猎啊，抓鱼啊，读这个溪河的水来读这个鱼虾啊，这一些都是结下恶缘了。那怎么办？人非圣贤。混元禅师法语第四册已出版，本集禅。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了，就是要以念佛来回向，来超度啊，往昔我们所造诸恶业，所结的恶缘。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可以解除往昔以来的恶业、冤业。啊，我证印证的结果真是不虚。在我民国72年开始行道，到了7月份的时候，啊，7月令是鬼月节。啊，突然间新年里面肉眼里面所看到了住家的窗外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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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肚子长出来外面拖着，没有头，没有脚，没有尾巴，没有什么都有，非常恐怖。我住在2楼，我以为我患神经病了，结果那么多说你啃我的骨头，吃我的肉，杀我的身，啊，我要你还我。那时候我开始门关着照常进来，所以非常的恐怖。我静下来求王禅老祖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王禅老祖才视线给我看啊，小说读书回来一定要抓去河里面抓一些鱼虾回来给妈妈煮来吃饭的配饭啊，一放假
就去田里面去抓啦，小沙小虾虾米，到河里去钓鱼，啊，去打猎，整个的一幕一幕重回。那时候我怎么办？我求老祖啊，给我一条路子。所以老祖才开始，这是你的过去与众生结的冤仇，现在唯一一条路，你要超度他们，要向他们忏悔。我当时那么多，我怎么忏悔起？啊，这老祖就开始传了一些解冤释结的妙法，啊，就是诵经读经，啊，用香啊来供养，念佛来回向，啊，向他们忏悔，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祈求王禅老祖龙天护法慈悲加持智慧力量信心，啊，能够以往昔所造诸恶业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啊，便愿以诵念阿弥陀佛圣号度功德来与回向。所以老祖要我把所有过去的都捧在手上，无论杀了多少的众生的，把全部捧在你的手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忏悔，整整这么做，做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啊，这自然全部都消失了。啊，这个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工作无意会杀害很多的众生，地球是大家共同的，是平等来这里生存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刻意去杀他们呢？啊，这有的不得已为了生存。所以这个结了冤，结了业，啊，所以我们才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啊，老祖传了很多妙法，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比如要动土，啊，动三天前要在你的土地四个角落要烧香，请土地神君、土地公啊帮忙转支。我要建设，要农耕，要开发，要怎么样啊？啊，我有传了这些榜文在四个角落，
啊，点香禀报三天前。这榜文在我们医药出版社有，过分是道场我都有，啊，免费来索取，只要你们平安，有兴功动土，我们绝对要注意，不要去伤到五阴杂类。啊，能防范的尽量防范。也许你认为说，哎呀，那是一只蚂蚁，一条虫而已。事实上，它也有生命。啊，它也有生存的权利。那我们为什么不理解解冤释结呢？啊，所以防范于未然。以其无所生，我们以后才会平安。来世、来生，啊，我们才会心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阿弥陀佛。他的四十八大愿他的每一个愿愿力都是慈悲的，我们要学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所以我们现佛寺啊，总本山事务部啊，典礼组组长圆寮法师啊，他的婆婆六十几岁，身体很不好，一个因缘来与王禅老祖结缘啊，圆寮法师身为媳妇的很孝顺，这就带了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老祖呢，还是他的婆婆，每天要念四十八大愿的功德来回向，现在已经。又多了三十年的人生，九十多岁了啊，所以每个人要得到心安，一定要解冤释结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现在请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